正好今天我们是钻石双倍卡四倍亲密度，给粉丝团的兄弟们今天抽点鼠标键盘，行不行？凌晨你私聊我一下啊，凌晨。今天我的福利送多一点给大家，什么洞主外设？中风。那都是好外设，我搓。啊，洞主外设也是好外设。谁到了，给我整的都。你们不要以为洞主外设，他的外设不好，洞主外设也是好外设。给我在这带节奏，给我都带偏了。有点刻板印象了啊，这是不行的啊。先把风墙交了，积木挺讨厌厌的。顺便俺们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大家要想参与一下抽奖的也是可以。他带的点盐吗？哎，他带的点盐，我可能会死啊！我这个血量，我这个血量没法上啊。那沙扣呢？让他点我们啊！让他点我们一下。点点点点点，对，他点我，我们的小兵就打他，然后他们的小兵就打我们的小兵，这样呢兵线就会往回推，知道吧？让他点我们来。中风，要不这波兵线我推不过去了。谢谢自白的月兔。风墙，中风，没错。万一者，戳一下交闪现，走位，中风，啊！玩个积木呀，赶快！真是累呀、玩个积木呀，赶快！你说，积木交闪呗？谢谢想听嫂子念 ID。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算了，那沙口连红都不要，拉倒吧，咱也不去了。击飞，那蛤蟆怎么又来了呢？玩不玩啊？他没六吧？他没六就没关系。
积木掉线了。谁送礼物了？什么？等一会儿啊、哦！谢谢大大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还有一分钟开奖，谢谢机械师 MK。谢谢小鱼嘟嘟波，谢谢大眼萌萌，谢谢唯爱禅灵，谢谢直播我只看睡睡宝宝。对，我就是睡睡宝宝。搓一下，搓平 A， 点燃一口耳链。一口耳链失败了，别着急啊、哦！里边有个雷，哎，他打我好疼啊！其实我知道这波一口耳链是必空的，但是我为什么非得还得一口耳链呢？谢谢水波的三个月兔，主要是心乱了，心乱了。心乱了，谢谢我一个 W 的斗鱼666啊！谢谢 W 的斗鱼666啊，三个斗鱼666，谢谢 W。刚才可能你们觉得我是有点菜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稍微我调整一下。马上就好。积木好像挺肥呀、啊。有点克我呀，而且他打我好痛，怎么办？我们一共900滴血，他点我两下接个 Q 能打我500，套个点烟能打我700，一个地雷能打我。一个强攻能打我100，一个地雷能打我300，这该怎么办？出右啊，出右也没有用。远程英雄就是比较烦。下波应该能杀，我满技能。下波应该能杀，我满技能。强呢？怎么没有封墙啊？完了！完了！坏了！
不行啊，我只能出这个了。你让积木拿捏了，不是他伤害太高了，他在一个致盲的期间可以直接把我满血给我打死，太脆了有点。蓝莲汉的苦楚了吧，这个 Q 能没戳着？别死！还行吧，还行吧。亏我们倒是不亏，这样吧，我这把就不出盾弓了，我这么出。绿叉不能出了，不能出绿叉，我得出影魔刀。没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一次不死，并且一直单杀他。注意看啊。给我中风，好，把他塔给他拔了啊。只要能大着他放个风墙，他就只能跑。先把一血塔拔了，我们的一血塔 OK。 没想到吧，我一个零杠五的居然能拿到一血塔。你给我中风，有没有蛤蟆？没有蛤蟆，拆他二塔。这不是换人了，这属于我们正常扛克了。有大以后就比较好打了。绿叉不出了吧，出个翻性的提醒，然后我来个暴击。大影魔刀出了没用啊，不出大影魔刀了。
就小影魔刀吧。昨天我朋友问我，说是，哎呀，你现在还能打到宗师呢？我说能啊。他说我看你打个黄金的你都黑呀。其实有的人吧，他不明白，你知道吧？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呢，你要想赢，其实你就得集中注意力，你知道吧？你就注意力就得非常的集中。你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呢，你就会很累，而且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，我每天注意力都得特别集中的话，我就会很累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对局，一般我不会注意力特别集中，我会跟你们啊闲聊一聊啊，随便打一打，扯扯屁，溜溜逼，吹吹牛皮，想一想这个怎么打能有意思一点。不是说每一把我们都会特别认真的去玩去的，假如说对面这把是个飞客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要认真了。假如说对面这要是飞客来了，那必须得跟他认真认真了。但要是个别人的话，说句实话没啥意义，一把小游戏，认真被打爆，那认真被打爆肯定也会有，每把毕竟他都不太一样。哎呦，1500差个900块，盾弓不让出，那我有影魔刀了，肯定不让出了。我这把出海妖，要么就狂风。看看到底是出海妖还是出狂风，先上去杀个鸡母。我们故意哎，把这个远见视野给他放在右边打一下子，让那个鸡母以为我们没上来，然后鸡母推线。哎呀，鸡母居然没推线，鸡母学聪明了，鸡母。我现在刚才这些操作都是我的这个肌肉记忆，就比如说想拉屎了，那么你就会坐在马桶上面中风。我的妈呀，别动，我想一想啊，哪个地方会有雷，我来想一想。好，要一下子啊，差不多。出狂风还是出海妖？出狂风。狂风跑得快，顺便我们灵活一点，来个狂风之力，再整把无尽。我要认真了啊，这一波
嗯，哈的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再不认真，我发现这个小黄毛有点挡不住了。来啊，我们杀个积木。这一波注意看。 EQ 耳链一过来，戳一刀平A 绝中锋，呀，戳一刀 W， 我说实话，这个积木啊，它的走位是不错的，你们可以看到它一直在左位走位，左右走位，不过这 屁 用都没有，也只能让我空几个 Q 而已。 炮车也走位了，确实啊，炮车也走位了。哇，这小黄毛高吗？这伤害有点高啊。 狂风没按出来我的问题，因为我不怎么出这个装备，我给。哎呀！塞拉斯这波能打，来来来来来，杀口，杀口，杀口！ 哇，这个虚区，这个虚区，还能不能玩呢？漂亮，塞拉斯，闪电五连鞭，漂亮，拆塔 ，nice， 塞，哎呀，漂亮，大龙。Shut down. 你看这积木没？他就特别喜欢走呗。影魔刀一会儿得除了，出完无尽就把大影魔刀除了。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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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卖的，没办法，真的。我们家。 实在不行就我卖吧，没近战，近战没前排，杀扣。他是刺客，塞拉斯，这也是个 AP， 也只能我们了，没有前排。 我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如果能把中塔拆了的话是最好的。面对疾风吧！完了，金克西洗了。一口耳链，叽叽叽叽叽。
戳一刀，中风接大招，戳一刀一上来，再戳别让他踹我们。大龙中风，哎呀，沙口死了，这漂亮兄弟，大龙大龙大龙。吸血吗？不行，我来扛。行，我们上路推。我们补了236个兵，回家吧。怎么这么多眼儿？大影魔刀春哥，杀寂寞，杀头死了，漂亮，双杀，不敢上，戳一刀，再戳一 Q 二连，平 A 接中风，戳一刀，转溜，戳一刀，一 Q 二连，哎呀！不能上了，冲中推中推，不能上了，中推了，小心点右边啊，小黄毛什么装备？小黄毛是德克萨斯木印九头蛇西兰刀塞瑞尔达。哎，把他杀了，一下两下，漂亮，给那什么，给那个夹着，哎呀，往回推还是可以的啊。这复活时间有点长啊，因为我们等级是最高的嘛，马上我都18了，漂亮，定住，没挡住呢，怎么自盲没挡住，飞过去了，从我的风墙里边飞过去了，装备呢？我发现啊，这咋那么装备呢？小龙，妈了个巴子的！小龙，你的跳弹等我下去呀、啊！回家，出个秒表，下路推吧。哎，这上路高地谁拆的呀？啊，一只蜜。
这里一看就是有眼儿。走位，走位。这不给个疾风，这戳叮！救命啊！救救！加油，兄弟们！他们已经把所有的技能全我骗出来了。来来来，给我收割，给我收割！后边鸡鸡鸡鸡，杀鸡！杀扣一个亿，漂亮！一波。吃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都不如出个沙漏，再出个秒表了。我有资格吃饭？你要饿死我呀？饭都不让我吃。